不会开灯，可以吧？一个字不差，应该不是这个，不是吧？脑子有点转不过来，我想想，别扎了，不是他，不是他，看，看到了。
下回你过来。一定会做的，你就说关灯吧。哎呀，关灯。我觉得这气球有点针对我的意思。Sorry， 马哥。哎，我说的不会说话。是不是不相信？对呀，所以马哥他是关灯的人。刘亚文最喜欢别人对自己的称呼是什么？15分钟。啊，这个就看他正不正经写。刘亚文什么？要看一下我是不是你写了，还是啥？他什么问题？是什么？最喜欢别人对他的称呼。看是吧？啊，神机，看到了，亚文宝宝。叫什么小宝贝儿啊？最喜欢的称呼。好难啊，这个我说实话。对，来吧，你定谁？最喜欢的就是我。哦，行，开始吧。说说气球真的恐怖。哪儿恐怖啊？说完了。称呼，我以为他说完啥呀？儿子，这不可能吧？儿子算不算？你是称呼吗？对呀、啊，再说一遍。不会是这个？我写的肯定是不跟平时不相关的。怎么可能你占他便宜呢？你想想。对呀、啊，儿子。文文，我也知道了。小哥哥，好，下一个小弟弟，好，下一个，对，这么难猜 ，yes， 哎，真的是不好。说我最想听的那两个字是什么吧？靓仔啊，两个一样的字吗？太恶心了你，快下，该下一个 ，baby 哥，快下一个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啊，我知道了，我不说，啊，我也不说，我知道了，我也不说 ，G 看错了吗？哦，不会是这个吧？我怎么感觉是 B 开头的？我也感觉。耀，我知道什么，反正就两个选项。那我们喊出来。Gigi。我们五个人都是第一个心愿。Gigi。是。是吗 ？Gigi 不是。来哥哥。扎你。看我哪个来个哥哥？我不来。你喊，好了，我给你20块钱。美女，我刚刚都喊了小哥哥了，你觉得哥哥？小哥哥30。小哥哥跟哥哥不一样。好，200不一样，是200。好，现在大家见证一下，哥哥不是这两字。我说的那两个字，那两个 B 开头的。肯定 B 开头的呀。B 开头，你说了200块啊，200块。B 开头的。啊，两个一样的字。宝贝儿，宝宝。宝贝。它是四两个一样的字。宝宝呗。宝宝呗。这名字太刁钻了，啵啵，抱，哦，抱抱，你念一张我啥呀？啥呀？你说啥呀？是啊，200，你说了，说我绝对给200。你说怎么会写出来这么恶心的东西？马吗？40，来，念出来真的给200。该谁了？马哥还没念，我念过了，念过了。念的哥哥，人家先念吧，人家先念。我就是念不出口，我念不出。叔叔 ，uncle， 快点，伯伯，真没意思。舅爷，我大舅子，你念了呗。我是怕这游戏结束不了啊。这是啊，来，可以吧？这够诚意了吧？好，哎，不是这个，是这个，扎呀，扎好了，扎吧。这里还有点痛感。对呀、啊，还有痛感。这不一个字吗？不，字典里的那个。哦。该谁了？我还是很心愿，心愿，满足你的心愿。张哥，那这心愿就是我最想满足的。屁呀！开玩笑。这心愿就是听好。那你给我50块，够，可以，够，心愿就是你够，请我喝水。好的，好呀。好，下一个问题，张真源最喜欢的动物。好，这是什么问题？我也是那只仓鼠啊。啊，我先往离谱的往方面猜，张真喜欢猎狗，张真喜欢绿萝，张真喜欢棕熊动物，张哥肯定要写猫，张真喜欢棕熊，蜥蜴。我见过蜥蜴的，大家喜欢鳄鱼，喜欢狸猫，喜欢小兄弟，喜欢不是你见过猩猩开车的视频吗？好
好不熟练。放水那个是吧？放水那个。你看过猩猩开车吗？轮。熟练是吧？真的真的开。还会刹车呢？你这写太多了吧？就是心理成年了吧，就可以开车。写一个，写了个什么东西啊？写什么表？就是这个。嗯？怎么了？你写了个什么？从这些吧，不要这个了，这个太搞笑了。没有这个写什么皮球？动物。你说吧，从谁开始？开始写神兽了，饕餮吗？从浩翔。嗨嗨。我来你就失散渡渡鸟嘴巴空气突然安静，那我就是狸猫。我来听歌袋鼠猎豹鸭嘴兽啊，你这是什么东西？鸭嘴兽怎么了？对啊，皮卡丘。你这里有点皮卡丘不是动物，皮卡丘怎么不是还当二子？这不行吗？来你来，草履虫虫算动物，算单细胞生物，算单细胞生物。开始玩这方面的。穿山甲，你的长项啊，这还正常。毛毛虫，告诉我呀。站，来爹，去啊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行吗？那就眼镜蛇吧。哦，蛇啊！哎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还没说呢。猪啊！不是还给你分送那个？猪啊呀呀，狗呀、啊！这么多、啊？成都动物园的鸭子。这有点卡 bug。鸭子，不要卡 bug。鸭子。哎，浩翔，该你了。到我了。啊！了，朱雀。这是神兽，真实存在的呀。龙，那叫猛犸象。剑齿虎，又叫翼龙，迅猛龙，下一个，丁刚没，丁说啥？翼龙，一个物种只能就对，一个物种只能说一次，你们这里这个种类说完了，都已经过到这儿了。嘉轩，啊，该你了，该你了，蜘蛛，就像一颗哑巴一样，猴子，螳螂。丹顶鹤，猪，我这太难猜了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但我那还好吧。该你了。养吗？没养。狗。猫。完蛋了，我写的太难了。哦，是吗？我知道你写的什么了。树懒。要不你写的提示？哦，他写的乌龟。不会是树懒？他写的乌龟。那不是说汗血宝马吗？啊。海马吗？派大星，派大星，我们是张成了，好吗？都是海星和海马。那这，臭鼬跟那个平头哥，平头哥，这都是想哪门的动物？我这哥很猛的，好吗？那油猪，丁哥，哎，河豚算吧？算，狐狸也算吧？算。真是，我那个太难，我不难吧？挺常见的呀。你说了，我知道你是什么了。猫头鹰和丹顶鹤。你说过，说过。猫头鹰和白鹤。白鹤。危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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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危险。蛔虫和涡虫。什么东西？我真走偏了呀！这个，哎，小贺，你往我的方向猜一猜。我有个提醒，他螨虫和蚂蚁。哦，可以。它是一个小型动物。啊，小，我知道了，大象。我给你想一想啊，是不是跟老鼠长得有点像？有尾巴吗？跟老鼠长。你提示一下，提示一下。你猜对了，可以指定一个人炸。好，龙猫。行，指定张志远炸。对呀、啊。再提醒一下呗。鸡。是一个国宝类的。国宝。中国类。幻吧，幻应该是幻。金丝猴，这样我随便摇摆，你们猜对了我就炸。你什么？中国没有。猜吧，兄弟们。考拉。不是，哎。对了。是啊，我自己对不好。考拉是给你指定。指定在哪儿？哎呀，你自己在头上自己炸。行，我在前面来炸。太惨了，大哥。好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你怎么？毛龟眼睛。你干嘛展示在这？帅。你要讲最喜欢下的火锅野菜。
光。光。你要，你要口蜗，我说口蜗，口蜗，你中，你搞个鳄鱼嘛？首先先猜脑瓜，中了，脑瓜，脑瓜。蚕蛹，宽粉，公仔面，毛肚。捞米都不用过来了，土豆粉，哼，毛血旺，我想吃一道菜，血旺就是，你是想说鸭血？鸭血，青菜，肉类的，嗯，肯定的，牛丸，也跟牛有关系，黑牛，啊，我这么正经吗？哎，真是。人生无常，好吓人！肥牛啊，肥牛啊，肥牛涮牛肉。嗯、啊，那我其实我还没有心愿这个环节，我真亏啊！你自己给自己心愿了。牛丸为什么？牛丸为什么？那其实它这……对，牛丸为啥不算？没有牛丸，牛丸和肉片儿，这个丸子肉片儿，可以，这都是对。你要说牛丸吗？马哥说要给我个心愿，他不给我个心愿。我不跟他说的。那你那天戴个粉帽子，张哥，你到时候穿个一套紫色去上班。好。好，可以，那我们一天吧，到时候。对，好，医生。会给你包里一定会有的东西。一定会有香水的。香水的。哎呀，这个成绩下，我在了解我不知道的事情。赫尔包里有充电器，往离谱里想就行了，兄弟。有粉底。赫尔包里。谁打的是真的放包里的？赫尔包里有手机啊。不自约嘛，这些。这儿的。嗯，马刚好帅，包里一定不会放头发。哎呦，放大熊猫，啊，放翼龙，飞了翼龙，那就放香水。放袜子，放起初吗？口红。嗨，可以直接扎吗？你，来吧，放双眼皮贴。双眼皮，房产证，等他。篮球，篮球。充电器肯定。充电器，一颗白色的乒乓球。放那个，速效救心丸。哇哦，可以。放。衣架。我们购房合同还离谱吗？不离谱。奥利奥。空气清新剂，氮气球，你们是提前知道答案的吗？猜对了，久了就该我们猜对了就扎他了，完美避开。手机，这都两轮了，我抽你吧。驾照，好了，是不是该换？是不是该换？好，来，小伙子，耳机你都敢说？粉色的啥来着？我是粉色的饮料，给你带瓶。还挺难整的，戴个粉色的帽子上班了。行。马佳琪最讨厌的食物。这太简单了，折耳根。小龙虾。马哥，你这波写的两个，我就这么几个讨厌的东西，我写的。折耳根。该我了是吧？芹菜。啊，不对，韭菜。苦瓜。这么快吗？我下了吧。没有，其实我本来想的这个。我没有找到真的，很捏爆，很捏爆了。小哥嘛，那我要张哥穿。爱粉色粉色的短裤和粉色的袜子就上班。好，那就是上半身紫色，下半身紫。来，我喜欢，该我了吧？你好喜欢。啊，谁先说问题？大家，我上半身是紫色的。那你要裤带。最讨厌天气。没事。
就讨厌的偏激，多云多云转晴。哎，太危险了。看到喽，多云。下一个，阳光。下一个，雨天。下一个，阳光。下雨。下雨说过了。是这个吗？下雨说过了。噔噔噔噔。下雨说过了，宝贝。说。下雨说过了。不是。打雷。不是。真的？对了。捏爆吧。你捏得爆他。捏得爆，我跟你捏爆。爆啊！这个才是刺激的，捏不爆才是最啊！这个才是最最煎熬的过程，你知道吗？捏不爆，拿根针吧，要不然。捏捏给他试试。不，那你就不爆了。可以，可以，汗都流出来了。流汗黄豆，请我吃一顿。看吧，好，好，讨厌的味道。小手拍拍，小手拍拍，手指伸出来。乌木香，味道，味道，对啊，香乌香味嘛。口味，口味，口味，辣味，甜味，酸味。嘿，真的假的啊？真的？真的假的？酸甜也酸，那甜倒算了。真的？我帮我堵一下耳朵。我可以帮你拿着。你帮我拿着吧。只堵一边啊，一边也够了。哇！哇！啊，真的吗？这个好响。说，应该请我吃两顿饭。应该请我吃两顿饭。哈哈哈哈哈。所以，可以给你略胜一筹。说吧，昆虫，蟑螂，蝴蝶，蜡蜡，跳蚤，蟑螂，蝉蛹，独角仙，独角仙，蚯蚓，是它，蜻蜓，蚂蚁，螳螂，说错了，蓝蓝，没有几个认识的。你说别的，要不可以捏爆他。爱我迷在我身边一眼。啥？又痛点了。这又来一次了。又有两斤了。应该请我吃顿饭就行了。还请了。一个好惨。那我们是敌的，那是张哥该请的，那是我请的。那是你正好抢了我的，下次还是我请。抢了啊！抢了。再请一次饭。好。家里人最讨厌的生物。我知道，我现在抠黑板的，我直接已经拍了。哇，那个太恶心了，那个泡泡板，泡泡的事情我真的是黑太受不了了。吉他失真的声音，刹车声，打呼噜声，刮黑板，刚才讲话的声音。鼓声，电钻声，噪音，那个确实算噪音，那个有点大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。着那着了，修车声，就是噪音的类型，噪音的类型，噪音，闹钟，哇，好自信啊！就可以往这个方向调，但是不是？不一样。哦，啊！二郎，哦，二郎，帅啊！闹钟，闹钟吗？快扎吧，先扎再说。
酷。讲完了吗？讲完了，说吧。心愿吧，心愿。心愿那就请我吃饭，请我吃三顿。可以。吃大开口。我跟你说，我要冲到我们边，看到口更大。不要想再买一个水果。一口一口又咬。苹果。石榴。最快的水果。那个榴莲。覆盆子，车厘子，李子，冻梨，火龙果，不信火龙果，西瓜，西瓜，杨桃，蜜瓜，哈哈哈，蜜瓜，不要说话，说话，你刚说的，草莓，木瓜。啊、这么难猜吗？倭瓜、桃儿、倭瓜、倭瓜是奇异果，奇异果。他刚说桃，桃的香蕉，香蕉。牛油果，还有啥水果？牛油果我还蛮喜欢的。还有水果吗？火龙果说过了。榛子，榛子，榛子不是榛子不是人吗？对呀、啊，榛子不是果，山前嘛，山前是香蕉。什么香蕉？苹果没说吧？说了，说了。那个叫什么？杨桃。说过了。杏子，杏子。在你在你在。你见过了，说过了。现在现在。见过。啊。哦，冻梨说过，说过，说这里。冻梨。绿葡萄。丑橘。还有砂糖橘呢？你这写的啥玩意儿啊？到底是？我讨厌的水果。什么颜色？我真没记那个东西什么颜色，因为太讨厌了。哇、啊、哇！青苹果。这种东西。我真没记那玩意儿啥颜色。讨厌的东西不应该记得很清楚。五颜六色吗？难道它？水果啥呀？牛油果，牛油果说了，西瓜也说了。大哥，我们真不知道。你要猜中就扎我呗，这几个字嘛，俩字，俩字，俩字，樱桃，蛇果，龙珠果，释迦，比你们想象的要长一些，木瓜，黄瓜，冬瓜，甘蔗，扎你，扎你，扎你，甘蔗不是蘸料吃的吗？他说长一些的嘛，甘蔗，最后一个，你可以主动给他一个任务，马哥是主动给我。看张志远和杨康 PK， 小号打一场 PK， 可以的。八六的吧，花小龙给他们买。最后一个了，最后一个了。最近您最讨厌做的家务？哎呦，那太多了。那全部都是啊，全部都是啊。洗碗，我做家务。我每次上班就你在干嘛都。我现在睡一会儿，多歇一会儿，喝了。走吧，我们去干什么？我们一起睡觉。干什么这么长？洗碗，抄手的还是抄手？抄手，真的烂大了，真的烂感觉。活跃气氛吗？说什么？扫地，洗衣服。好自信啊！自信，自信。英哥今天节目效果拉满了，好多害怕了，操心了。自信心电炮，这不是为了大家吗？绝对吗？是吧？说给你就给你，满足愿望吧。最讨厌拿洗衣机洗衣服了，太累了，因为狮子大开口，结束了，啊，结束了，狮子大开口，走吧，那就丁哥请我们吃顿饭。我天哪，请我们了，请我们28顿了吧？没有没有，八顿吧，反正后期算一下。丁哥好惨，对吧？推惨了丁哥。我回来给你们带烧烤回来，可以，可以吧？给你带烧烤。再说再说，再说再说 ，OK， 拜拜。